我太累了，主播瘦了，我可没有开瘦脸，没有化妆，头发掉色，有点憔悴，没错，非常憔悴，非常累。今天排练了一整天，排练刚刚 live 样子，就练习练唱嘛，唱得太嗨了。今天唱了我特别喜欢唱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首歌本来不在我们的 set list 里面，就不在我们的就是表演名单里面，但是呢，经过我强行要求，疯狂推荐，还好加进去了。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练，连续唱了3遍。唱得太嗨了，哑了呀！我唱了那3遍，唱得太用力、太嗨了，以后之后几首歌我都哑得不行。主播怎么掉色了？没办法，洗头就掉色，难道我不洗头1个礼拜啊？几个礼拜啊？过2天还要去补的，没事。我脸红为什么？我练的时候，我唱着唱唱得太嗨，唱到后来我唱的我就。唱的我都发烧了 就我已经唱到发烧了，就唱着唱着唱着，就我已经不行了，就坐下来，摸自己脸，热得要死。冰全化了，淡死了。哎，但那首歌唱的我太舒服了。唱的我太开心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天呐，唱，就喝醉个头啊！一口酒没喝，我看到评论里面有正确答案，特别有趣。我最近在，就是我们演唱会，我们是有那个邀请券的嘛，就可以邀请我们熟的人来看演唱会，然后我邀请了。悦动首尔的 PD 姐姐曹丽、抓马、国政、来来，现在就是还在岗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朋友嘛，楚原、抓马、国政、来来、曹丽、PD，我给他们拉了一个群，我说你要不要来看我演唱会？他们说好呀，来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来。来来来，然后 PD 姐姐说，PD 姐姐笑死了。PD 姐姐说，那当然必须得去啊！不去的人，我直接强行让他下车，直接把他炒鱿，不去成乐演唱会的人，强行把他炒鱿鱼。太，这个支持的太硬了，PD 姐姐。然后他们还说要给我做一个，还说要给我做一个什么横幅，还是什么手幅？我说别了别了。然后他们说怎么了？我说害羞，我说别这样。然后来来就说，他说本来你说不要，那想想算了。但既然你说你要害羞的话，搞得我们更想做了。那行吧，然后 PD 姐姐还说要做一个，就是大家穿一个团，就是团 T 恤衫，一起穿一件，就支持陈乐什么乱七八糟这种 T 恤衫，一起来看我演唱会。我说，网传我们参加奥运会，我也看到了，但我不知道啊。我的行程表里面还没有看到，也有可能没有。但我觉得，就纯猜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知道的话，我要么不说，要么我知道不说，要么我知道跟你们说。如果我说了我不知道，那我就是真的不知道。因为我们前一天演，我看拍摄时间，我们前一天演唱会，我们第二天不可能再直接去参加奥运会，不累死啊？那估计。松下修太郎，
是吗？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是剧透，我猜测，我也是猜测，我也加入你们的猜测，难道是他们俩？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去吧。其实我挺想去的，射箭，就本来新冠爆发之前会拍奥运会，然后那次射箭是我和马尔卡有前弄，然后我们练的时候真的无敌，就稳，未免错，怎么说来着，触手可得，本来又未免金牌，但是可惜因为那个叫什么新冠爆发了，所以那次拍摄也取消了，所以我们就没参加成。金导演吻戏没有看到，我看到 TVN 他的那个电视剧出来了，但我没看，我应该也不会看。前两天我碰到他，我说我看到你的电视剧出来了，他说啊真的，那你看了？我说没看，他说别看，我说好。有吻戏了跟我说，我去看一下吻戏就行。其他的就不看了。在明的好像看了吧，还有床戏，尺度走这么大没关系吗？那必须是支持一下文俊辉。我知道，我文俊辉那个电视剧出了吗？文俊辉的电视剧有点想看，因为他跟我说尺度很高，他有点害羞，所以我一定要看。董思成也有吻戏，现在大家都每天拍吻，大家都拍吻戏了，这么好。我什么时候也去拍一个电视？其实我跟你们讲一个，怎么说呢，就是一个故事。也很久以前，是2019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？2019年和2018年的时候，我差点去拍一个电视剧，我和钱明一起，我和在明一起拍一个电视剧，差点拍。那时候就已经筹划，而且还见了导演，还看了看简单的那个台本。后来因为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就取消了，就整个剧取消了，所以有点可惜。本来2020年我就能有荧幕初吻，但那个应该也没有吻，管他呢。但结果取消了，没办法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但是说什么拍吻戏这种其实都是开玩笑，其实拍戏这个东西我就很想尝试。其实也不是尝试了，因为我小时候也拍过这种，就是电视剧啊电影都拍过，但那时候是小孩嘛，你就现在我想就是好好的就是拍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去学习演戏这个东西，好好去表演。就不想说，就是说因为有一点小名气或者说有一点人气邀请我去演，我想是就是我配去演这个戏，如果有人找我演的话，我希望我配演这个戏，我配得上去演戏。因为就是你毕竟演戏，你看电视剧，你让大家，如果想让大家喜欢的话，必须演技必须得好，大家才会去用心去看。你不可以你演的让大家出戏，那多没意思啊，是吧？所以我希望，我虽然希望我演戏，但我也希望我有这个实力，我配去演戏，这个很重要。脸怎么那么红？刚说了热，发烧，低烧。不是那种严重的发烧，就比较轻微的那种小发烧而已，不是这种热。我现在不热，有点热，但不是那种